满林清秋，充满乾坤好班导，本团来自南悬空影视传播晚间节目隆重开演。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一回所谓的冰熊东来参与了今天的新规。哎，有一点下点毛毛雨，希望等一下雨就会停了，不然那边就要叫布棚来打。哎，今天是咱天文岁数，咱的甲新年农历七月七七日，咱要来恭祝着咱地兴宫普渡会，咱的中原大信地以及咱的中原大富地，咱的普渡公庆诞中原以及咱的庆诞天寿的大好日子，嘛要祈求着咱的中原大信地以及咱的大富地。普渡公师傅保佑，保佑咱现场所有贵宾好客，拢会当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会当来个招财有进步，一日春，两日春，代代拢会当出着好子孙。在咱的立位进行师傅保佑之下，趁钱拢总有一春。今仔日非常之感谢，感谢咱以贵所有来宾共同来参与咱今仔日的盛会，祝福咱会当行得好，行西得步，出步到三步，吃好做健康，每一日都可以生活得很快乐。今天的节目非常之精彩，感谢我们这位我们的请主当初就在这里是由着我们的黄和平，我们的黄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副楼主黄宽伟，黄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头家，我们的黄宽南，黄董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后辈媳妇，我们的当媳妇，媳妇拜什么谢？对啊，公是不是？妈咪感谢着咱的后辈徐福，咱的对啊公师傅保佑，保佑现场所有贵宾好客，拢会当家庭美满，笑嗨嗨，金银财宝会当来个满厝来，红桃来顶会当来个大进财，好运隆重会当来个对来来。感谢咱这位车主董事长，对着咱百团，咱的悬红影视传播，将你啊支持甲爱护，祝大家当情好报，退伍咯，宝宝隆重贵。来到上座，也感谢咱以贵所有来宾共同来参与咱今天的盛会，感谢咱的车主董事长无少的重资，并且对咱悬红影视传播来安排着咱今天的影安排准备节目，除了歌手人啊来个现场载歌载舞之外，也安排着咱的钢管秀辣妹来个现场。更加重期待的是，由我们现在时下非常夯的DJ 秀也来到现场，真正是无少着重珠，就是要看到上好的节目、上好的开始、上好的结束。希望大家会当欢喜出门，快快乐乐的回家。希望大家能够有个轻松愉快的晚间时刻。感谢大家，以上观念，那边要有好的准备，一定爱有好的爱播。本段来自咱悬红影视传播，有点咱的阿兵送来帅娘，百万灯光音响，无让大乐队。